应该是准备这个 HD 这个的那个薄膏流礼拜一 deadline， 因为我礼拜二 mock interview 啊，佢话你喺睇你 mock interview 前一日 deadline， 对我嚟讲点样做呢，就是根据佢俾嘅嗰个 guideline 去做咯。咁特别我见咧佢嗰啲咩，你完成几个你过往完成过嘅作品，我净系谂到。停車場 BIM 喎，因為我真係諗唔到其他嗰啲嗰啲作品啦，你作品最多都係整個一個模型出嚟咯。不過諗翻有隻樓喺卡帕嘅，跟住有咩課活動？即係呢個 CIC 參觀咯。有幾多時間俾你？我聽有啲 friend 喺度講咧，唔係，先講翻舊年先，嗰陣10月18日嗰日。到出面之後都落緊雨啦，佢仲要係我放咗個花旗機刮黑雨啦。而家就聽到啲 friend 喺度講咩啊？你有冇 download 呢個 AutoCAD 2020？因為個座永下禮拜五就要寫一個 assignment 啦，佔20%。話俾你聽 ，auto 即係無論你學生又好點都好啦，學生話可以免費用一年啊嘛。但我想講咧，之前我都 download 過呢個 Riffle 啦，我都係用學生嗰、那個，點知又唔俾我 download， 死都唔俾喎！又要你驗證呢樣驗證嗰樣，寫咁多嘢，結果都得個吉字。你都記得我講過啦，上年我做呢個 Riffle 第二個啊，然之後咧就好搞笑，佢唔俾我 download， 結果俾我 download 咗個錯嘅 AutoCAD， 見到嗰啲分數都唔俾用嘅。
咁但係你如果用依家嘅狀態嚟講，一定要 download 咯，但係又著曬好多時間，因為我個 IBSP， 你點都要用個 Wifi 寫服務器出嚟噶嘛，即係冇呢個手環嘅，手環做乜？我估應該個個都會用個 Wifi 整一棟樓出嚟。琴日咧已經見到有個人可以整緊。但係呢兩個星期都好似有好多嘢做咁樣。也是我特别我都以为那个 IBSP 的课程都是无限咯，有几多个广告啊，其他的 supervisor 已经准备了，我们呢是咩都冇講過啦，即係簡單嚟講，你自己自由發揮唔夠知啊。但係我哋點樣自由發揮咧？跟住個 guideline， 因為每個老師個 standard 都唔同。最緊知你唔係喎，你嘅寫咁多嘢裏邊，你計數都係 top 噶嘛。當然啦，你可以依家做曬，不過都冇乜機會，係冇可能嘅。你可以引用埋你 IA 嗰陣時嗰啲 concept 去整噶嘛 ？IA 我就 OK 啦，就唔同地方，包括東涌嗰個地站咯，跟住荃灣西嗰啲，總言之好多地方嘅地盤。
攰啊！好彩禮拜一朝早都唔使翻，朝頭早個堂冇堂。